自由辩论环节，各计时四分钟，正方选手请做好准备。计时开始。来，刚刚同学，人是通过别人的反馈来认识自己的，比如说我如何认识到自己的优点，是透过老师、朋友、家人的反馈来做到的，是不是这样的？前提是错误的，原因是人不光可以通过别人对我的反馈，我也可以自己与自己对话，写日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我包括我读书看电影，在这个交互过程当中，我都可以探知到自己的心声。我想问您的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我有通过别人的反馈来了解别人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盲点的存在呢？不对哦，写日记，日记里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我跟女朋友出去逛街了。所以你的日记里面如果没有他人的话，其实你的日记就不叫日记了，对不对？回答我方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自己唱歌好听的呢？是 KTV 你的同伴告诉你这首歌是你最棒的歌，你才认识到的，对吗？不一定吧，好像我自己也可以听到我自己的歌声啊。来，一方，我问你一个实际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好辩手？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好辩手，我可以通过跟你比较，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辩手，要通过跟我比较。所以无论是认知自己还是认知他人，我们都要有一个互相反馈的过程。对，您的反馈是怎么来的呢？让同学了解自己是一个好辩手，不一定一定靠他人的评价，我可以在回家之后好好看看我今天这场视频，发现我逻辑不清，口齿不利，然后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好辩手了。在视频当中，你觉得你比对方的某一个辩手差，是通过和他人的对照才反映出来的，对不对？我问您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有一句谚语叫做女人心海底针，我想问一下您对你女朋友了解吗？当我看过很多女孩子她们想什么的时候，我就知道女人心海底针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哎，所以你是很确认的认为你了解你的女朋友，对她的喜好，对她的想法都一览无余。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这种确信你女朋友认可吗？不，对方没有，你理解错了，不叫确信，不叫确信不确信，叫从何处理解。王阳明说，从实践中得到知识，从知识中再实践，这个互相印证的过程，我们才得出了自己怎样理解别人，对不对？对，没有问题，是你怎样理解别人。但我想问的是这个理解的正确性。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很清楚今天我晚上想吃什么，我的喜好我很清楚。我想问的是，既然你认为了解别人想法很容易，告诉我我想吃什么。不好意思，从文先老师一开篇的时候，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的口味，不是你的喜好，不是这些东西，是认识自己的三观，是价值观，是爱情观的东西，不是口味啊。同学，刚刚同学，您这句话讲的就缺乏生活常识了。如果我只是问，如果你连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你都不知道，你却敢自认为你了解你父亲的价值观跟世界观，您觉得这种自信合适吗？来，发现了没有，您举的例子除了父母就是女朋友，他们是什么最亲近的人，越亲近的人越熟悉，越不容易对他进行理性判断，越不容易了解他，最熟悉的是谁？自己。这样回答你好，你说自我认知障碍，如果我不愿意承认自己丑，其实同样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比我漂亮，这一样的，这个会阻碍你认识自己，也会阻碍你认识他。哎，没有错嘛，你认为别人丑是因为你先不愿意承认自己丑嘛，就是您方所说的这个问题啊。不对哦，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别人比我们优秀，这我方是在讲告诉你，你所讲的认知障碍我们双方都存在。所以还是回到刚刚的问题，对于我们两个人，我跟你的阅历，我跟你的生活境遇完全不一样，想认这个时候我了解你是不是有困难。哎，同学，这是一个决赛，我说话没你快，但我认知比你清楚。现在谈的不是口味，不是你我在猜你想什么这种问题，是在想怎么认识到你的三观，怎么认识到自己，怎么实现自我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啊。来，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我自己的道德观跟价值观，我信奉公正和正义。我想问您，您如果在没有听到我这句话之前，您能不能讲出这两句话？哎，不着急，对方辩友，如果放在一个具体的情境里，把你放在一个两难问题里，您还那么了解自己的公正和正义吗？来，所以你反复强调的是我可能对我自己的认识还不清楚，可是您方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到底能不能够认识到我，这是认识他人和认识自己的比较吗？正面跟您回答一次，我要认识你首先得认识清楚我自己，在我认识清楚的基础上用我的认识来认识你。哎，对啊，所以你也可以问你自己，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写日记也好，跟自己交流沟通也好，没那么难嘛。所以还是想问您，既然您也认为了解他人口味都那么难，为什么了解他人价值观就变得容易呢？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问题，我问他人，问一个事实性的问题很容易得到答案，你自我拷问的时候容易得到答案吗？对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个盲点，想想看，在邹忌讽秦王纳谏的时候，当每一个你身边的人都夸你帅夸你好的时候，你觉得你是真的在认识自己吗？来，举你一个情景，我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傲慢吧，我又没那么傲慢吧，这个问题那么容易得到答案吗？我们发现文倩老师今天为什么现在能读懂他的父亲了，因为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他对人生的理解达到了，所以他才能由己及人的去推别人，对不对？所以自己才是那个根本。
对啊，而且认识并不像您方所说的这么浅嘛。时间到，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请选择。好，恭喜反方，他们的支持率由36%上升到了57%，掌声鼓励。